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假夫座，就是或者是半假夫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影，就是坐灯影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胀。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啊，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勾气，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的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 Om Sambara Sambara Bhamana Sarama Zambaba Hompada Soha热热乐乐哦嘎坎嘎坎啊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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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嘎坎嘎坎啊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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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Yang bada ma khamana soha Om ye dama hita chabava hitan tekhen tathangato Haya ande tekhen chayo nuroda Yang bada ma khamana soh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足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南无那吒南无观世音喇嘛耶当观主所南无当即求当把佛根登拉达当主持给病将僧者南无那吒南无观世音喇嘛耶当观主所南无当即求当把佛根登拉达当主持给病将僧者南无那吒南无观世音喇嘛耶当观主所南无大当主持给比加僧者大当大义僧者那么一念藏界云巴拉云巴拉西巴大念德将尊者得僧者中大当大义僧者那么一念藏界云巴拉云巴拉西巴大念德将尊者得僧者中大当大义僧者那么一念藏界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消息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对接成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叫老索兰的，光叫多半婆的心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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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词叫对。继承那边来嘛，你们本座叫老索兰的，光叫多半婆的心机了。念完了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一切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第三个问题也叫做是这个遮婆承办原地力量的这个成恨心啊，这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不应该就是得力量的因而对别人生成恨心，然而应该呢没有得到这个力量的因呢，对自己就是生成恨心啊，就意思就是说呢对别人这个的生成恨心是不合理的。如果你真的要生成恨心的话呢，得不到力量的这个根本就是源于在于自己。那么前面第一个问题分这个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第一个啊，就是因那个实现自己的这个愿望，所以不应该就是这个生起嗔恨心。如果我们修习过程当中，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只要众生得到这个利益，得到快乐幸福的话呢，那每一个法国大乘菩提心的人的一份这个究竟的愿望，所以呢
这要是终身快乐，终身有这个得利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就对此这个升起欢喜心，就不应该升起贪爱心的意识。孙子当中这样讲的，除于宁有请臣服输他功，勤俭人获利，何故生计恼啊。那么当初的时候，我们在诸佛菩萨十方那个就是十方三世的诸佛菩萨面前，都已经发过誓言啊，就通过自己的智慧也观察自己呢，也承诺过一些这个誓言。那么承诺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今天开始，来自这个菩提国之间，我要这个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就暂时获得了人生人天的这个快乐。究竟呢，就安置于这个佛国，就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都发了这样的这个殊胜菩提心的。那么最初的时候，我们如果发了这样这个菩提心，而且呢，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发愿也是但愿这些所有的这个劳木有情呢，将来这个成为如来正等觉的果位，并且就成为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所有的众生啊，就众生呢，就是对他们进行供养、进行恭敬、定力啊，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发愿啊。就因为如果成了这个佛陀的果位的话呢，那肯定受这个供啊，就受供的就是三界这个因供啊，就是我们经常对佛陀的赞叹当中也是，就是就是归就是顶礼归于如来因供正等觉，就是所以这个因供就是整个世间的这个因供者就是这个佛陀，所以我们的愿望呢，就是不管是对自己这个有这个好的关系，有不好的这个仇怨，凡是有生命的这些众生，就是大致这个世间的这个梵天第十天以下，孝之呢，就是我们这个蚂蚁这个什么那个蚯蚓以上的所有的这些寒生呢，全部就是让他获得快乐，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修行的愿望。因此我们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些发过大乘菩提心的人呢，应该有这么一个愿望，就只要是众生获得利益，就是以这个佛法来，就是获得究竟的利益。当然，暂时我们对他帮助一些饮食啊、生活啊、工作这方面也是算是一种这个帮助，但是他解决不了，就让众生永远脱离苦海。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究竟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众生就是获得这个佛果啊，就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愿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最初的时候就是愿众生获得佛果，受众生的这个恭敬。今日当中就是见到有些众生就是获得了这个利益啊，就是获得了名声啊、地位啊、财产啊、恭敬啊等等。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为什么是对他进行生这个嗔恨心或者是嫉妒心呢？就这是非常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呢、啊。
下面呢用这样的这个道理是依靠这个比喻来说明，所因恩情养当有如供给，毕竟义字里不惜其范成。他这里呢用一个比喻来这个说明上面说这样的道理。那么怎么样说明的呢？就比如说你本来呢就是自己盖这个抚养的一些自己的这个亲人啊，或者说是自己这个就是孝养的一些这个父母啊，就这些呢就是对自己是有一定的这个责任。那么自己呢应该就是暂时的他们的这个生活啊、饮食啊、住处啊，以及呢就是这个工作当当，就是全部是你自己呢就是需要这个承担的。但是呢就是如果如今我不需要就是我来这个承担了、就是这个终身呢就是依靠这个其他的人呢就是帮助他的这个饮食啊、他的名声啊、财富啊等等，就是全部呢就是别人用这个尽心尽力的这个无微不至的已经这个照顾他、帮助他、抚养他。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心理是该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呢就是有这个父母双亲呢，或者做这个儿女这个亲人等等，那么这些人呢本来自己应该是要帮助他们的，可是呢我现在不需要就是提供任何这个就财务啊就他们自己呢就是用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别人有一些这个一些那个善良心理呢就是就帮助他们呢，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啊，就应该很高兴。本来是我一个人呢就是承担这些人，但是承担就是这些这个责任，但是现在别人要帮助他的话呢应该就是很高兴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就是那么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会不会不高兴呢，就是不应该有不高兴的，就是不仅是不高兴，反而就是对他进行应该是就是很高兴的，就是但如果不高兴反而对他生嗔恨心的话呢，那就是有没有道理呢？就是绝对是没有这个任何道理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前面也讲过，就如果从广义讲呢，三界有情所有的这些众生呢都当过自己的这个父母，也实际上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父母的话呢，那么我有这个责任就是帮助这个他们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娑菩萨界的时候也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承诺啊，就承诺我要这个度化这些众生呢，这是我们口口声声呢就是都在这个说，都在这样这个念呢。那这样念的话呢，那么实际行动当中就是现在在这个众生获得了一些这个微薄的这个利养，微薄的这个快乐幸福啊。那么那个如果我们不能这个真正去接受的话呢，那我们算不算是这个大乘的真正的这个佛教徒啊？所以我有时候呢就是这样这个认为，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呢，现在一方面呢就是自己这个精进的修行，这一点就是也有一定责任，但希望呢就是大家也不要讲度化众生是很麻烦的事情，接触人是很痛苦的事情呢，没有这个能力啊，就是最多是自己修一点呢，那这一点是就不太好啊，就不太好，一定要有一个度众生的这种法缘，度众生的这种毅力，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种这个决心。
博云人火里，奇缘必正觉，独整富贵者岂有菩提心。他这里呢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这个获得的暂时的这些利养啊、名声啊、财富啊，这些都如果你这个不愿意的话呢，那么就是怎么会就是让这些众生呢就是愿意就是获得这个真等觉的果位呢？因为真等觉的果位的话呢，真的在整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快乐财富全部积累起来，也是就根本就是就是没办法这个比的，就是这如来真正觉得这个果位的话呢，就是整个三千大千的世界的所有众生呢，就是都要就是就是恭敬定待的啊，就恭敬定待的。那么如果我们对有些人呢，就是连这个财富上啊、名声上啊，或者说是一些精神上的快乐呢，就是不太这个愿意，不太愿意的话呢，那么我们说暂时的这种人间的快乐的是不太这个愿意的，然后让他永远获得圆满真正觉的果位的话呢，有这个可能吗？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我们实践一个简单的比喻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就是我给让他获得这种十元钱的快乐呢，就是不愿意的，但是呢让他获得这个一百万的这种快乐呢，就是愿意。如果这样说的话呢，那是不是这个前后矛盾呢？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种事情。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让所有的众生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无有任何条件啊，就无有任何条件呢让这些众生都是这个就无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呢，就是让他们呢就是得这个快乐的。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对这个记恨呢，就是对这个嫉妒有些富贵者啊、有名声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种幸福快乐者的话呢，那这个人的相的性的相续当中有没有这个菩提心呢，相当这个困难的。所以呢，大慈大悲的这个佛陀呢，就是在这个有关的经典当中，也是就是再三的这个强调，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尽量的就是安忍啊，就是别人的这种这个圆满，就是在四会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从此自恒呢，就是我应该就是安忍这个他人的这种圆满啊，就是他人的圆满，不起嫉妒之心啊，就不起嫉妒之心。所以我们以后那个修持的时候呢，当然就是现在作为凡夫人，尤其是刚这个在相续当中就是升起这种菩提心的时候呢，就是一点也是就是不生嗔恨心和嫉妒心，恐怕是现在是做不到的。但是呢，就是自己可以就是通过就是这种这个教研啊、修炼呢，就是来逐渐的会这个调节，就是这个调节呢，就是每一个人来讲应该说是这个可以的。下面呢，就是因不假害我，故不应该就是生嗔恨心。
如以从他得获利在家世，在世家而居，非如有十佛何相干？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这样的这种财产利养呢，就是从那个啊，就比如说怨恨的敌人，就是从这个别人哪里就是得到财产也好，或者是别人哪里没有得到财产，就是他这个财产呢一直放在施主的家的话呢，对你来讲呢，就是这两者都是得不到的啊，就得不到的。别人就是缘分的敌人，或者你对关心不好的这个人呢、啊，就是别人的这种施主的财产得到也可以，得不到也可以，凡是你是不管怎么样也得不到的。如果得不到的话，那对你没有任何关系，你怎么回事？这个生气，这个嗔恨心呢，就不应该就是对他这个生气嗔恨心。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有些时候啊，就是人就是就为了就是得一些这个名为利养啊。就是就是别人对他这个供养的话呢，就是生很大的这种这个嫉妒心，就心里面想，哎，怎么会是别人对他供养？然后呢，就是进行就是说他的过失，就是有这种这个现象的。其实这样是也是一种的无明愚痴，颠倒的这个心态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施主啊，这个大的这个施主呢，就是他供养就是某某人呢，就是是一辆这个轿车。那么一辆轿车的话呢？就是不管是我怎么样，也是他供养他的话呢，就是我也是得不到的。然后我不应该就是啊对他供养啊，我对他生起这个嫉妒心了、啊，这是这个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如果对他供养的话呢，就是我也是得不到的。如果没有供养，就是他自己就是享用的话，还是施主家里，就是我也是得不到的。这两者都是对我来讲呢，就是凡是我得不到，这样一来呢，你怎么回事？对这样的这个利养生起嗔恨心呢？不应该就是生起嗔恨心。何故欺负善？行行于己的，不属不属己的不属己的财，何不何不自称责啊？他这里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呢，就是认为就是对别人的这种溺养啊，就是自己就是得不到，就是心里很苦恼的。但是这种苦恼呢，就是不应该有的，因为实际上是不怪别人的，就是怪你自己。怪什么呢？因为别人就是受到利养供给财产啊，这些都是他自己这个前世福报这个引带来的。还有呢，就是对这个三宝上师的这个供给呢，对众生的悲心呢，自己的这种这个持戒啊，闻思修行的功德等等，就是这些德行而这个得的。所以呢，我们就是不应该就是对别人这个生嗔恨心。如果你真的要生嗔恨心的话呢，就是对你自己生嗔恨心，你自己想啊，我这个人呢，为什么是如是没有福报的人？为什么以前呢，就是没有上供下施做这个积累、做慈善的这个事情呢？就为什么说我以前呢，就是没有对这个上师三宝起信心和还有那个持戒当就是做功德，所以精神当中呢，就任何人都就不认可我，那为什么这样？然后呢，自己对自己应该悔恨，自己对自己呢，应该就是产生这个嗔恨心。
而不应该呢，就是我们就是对就是他人就是进行就是诽谤，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大家也应该这样这个像啊，就是当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些这个财富啊快乐，那个时候呢，就是应该心里面想，就是这是这个诸佛菩萨就是赐给我的，那么众生呢，就是也是对我这个认可的。但是拥有这一点呢，我不能也是顺顺便便就是把它这个浪费，应该就是对这个众生，也就是对众生呢，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承办这一点，就是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积增当中的就是别人的这种恭敬力量啊，或者说自己的恭敬力量呢，全部是有一定的这种因缘。没有这个因缘呢，就是别人也是不可能就是对别人这个受这个就是供养啊，就是受供养。所以呢，如果我们那个没有就是对别人就是忏忱忏恨心，就知道就是自己的一切这个过失啊，就是自己的一切过失，这样的话，那么就是今生来世都得到这个利益的。Om Bandhangara Banasadardha.